便是机缘巧合，塔内世界皆成无序混沌，你依旧还是上来了。本以为到得此处，陷入这塔内，便可不再与那些使命有所牵扯，谁知道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那么既已站在这儿，还需多说什么呢？动手吧。独孤姑娘，宇文大人，您可生来唯一的宿命便是撕裂着天空。我必须开启阵法，回到原本的时空中去。你不要逼我。逼你？有谁能威胁得了威震八方的宇文太师呢？该怕的岂不是我？只怕宇文太师提剑斩杀我之时，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宁珂郡主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生来宿命便相悖呀。宇文大人，宁珂也不可能会退，多说无益，来战吧。无畏恶名，无惧轩辕神力。宇文太师，事情还远远未结束，我们原本的时空再见了。若是那时候，如果还能有今后。独孤姑娘。